从纷乱的年代走到了民主的现代，拥有多元的文化与人文，孕育出兼容并蓄的台湾在地精神。这样的精神培育出了最可贵的在地热情及勤奋生活的人们。人们世代的努力，不畏风雨艰难，一步一脚印坚守着，造就今日的台湾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感恩先人的努力汗血，让今天的我们在这片乐土上庆贺民主诞生。世纪风雨骤变，改变不了台湾人那一份最淳朴的性格及热诚。无数的无名英雄总是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，默默照顾着弱势族群。感谢你们无私奉献，我们将秉持台湾独特的人情味，继续在这片咱们热爱的土地上，无畏风雨，与您共同努力打拼。原来台湾有着比烟火更灿烂的人性光辉。群悦 SPA 养生馆，祝您双十佳节快乐！